是那紧的。那紧，对。好，肩膀斜过一人三，全部都是这种吗？对，肩膀，肩膀一般是从这样子的话，好。应该理解。对，因为他上礼拜其实有来我们宫里，那时候赵薇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他就有不舒服，那时候小舅帮他。一定要受不了了，你可以先准备个椅子给他坐。那个搬椅子。深呼吸。先，你这包先放下来。同一样我的问题，不同一样不苦。眼睛闭起来。天平应灵按不一样，不灵平不安啊呀，不一样的是数问出于行灵不一样的。谁应糊涂也不无所言，我你应卡不于岸上流途于两杠头时，谁也滚皮一哈又不于滚皮一滚涂涂也不于哈无涂一哈应于哈滚皮一哈提速谁应卡横幅由公主营问题上一发问题依然不出公主营领平上一发当领出牙上出领里提牙共出四营三营问题依然公主一由口上一问他变法上一天是魂，天说又说杠皮，硬头牙，硬头又说杠皮，硬头挂皮，硬啥？上皮牙。对对，放轻松。放轻松，你要放轻松，他是在帮你了，放轻松，好了。开始呼吸，吸，呼，吸，吸，把气吐出来，不要舒服一点，气吐出来。不赢不赢，行头上黑。
对，好，嗯，医护人员。OK。三张是给太子的，十张是给他们的。对，三张。分开，好。你先喝一点冰水。是。拿去压掉金山张给我。先放冰水。还有吗？先擦完之后，这样挂金，那三张挂金进。这一叠是给吴奇的，然后这个是金色的。我跟你讲，它是长期堆积在他体内。是。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处理，没有少一少送那一个，我就叫你算账。先把它顺着处理掉，再处理他其他的，不然他现在。那个那三张是。哪三张？这样他该你的事情去处理。那我们先处理送。可以哈。那个前后护着他，前后要护着，要有人护着。给他回家洗。洗澡的，没去洗。然后夫人，我现在要开一张。嗯刚大杯，他刚才喝的茶，对，那前面的中杯茶倒进去，把它把这个符先画进去，中杯茶，这可以，这个。
看看。好。对，只说就让他出门前静一静，一个礼拜，静自己，就静，就整天静眼睛，还要直接就静他的那个，还要做什么？做看看吗？来这边，来坐这边，好一点了，开始手心打分了，行吧？好，现在怎么样？然后你就来这个，这张就是叫阿泰子，开给你的水量。这张你要特别，慢慢调就行了，慢慢调就行了。OK， 好，慢慢喝不急。先喝给阿泰子，先放点。好，家里静一静啊，这边。你最近的上班都是属于夜班的，对，都是夜班。对，他是夜班。他会建议说，想问你说你上班的话，适合佩戴像我们这样的浴袍。上班可以吗？你上班是老板，因为你的上班比较你在医院吗？在医院没错，可以带我。这个比较能够镇得住你用钱的状态，福利的话怕，因为你是长期累积，你还有一段时间体内的一些不干净的气要排出，那又让你的淋又有伤。所以你要一段时间，然后才建议你戴这个，不然我就直接开服给你。所以说你要戴的话，就看你要适合戴什么，我等一下就帮你看一看，你就去选。选了之后你要开关，你就可以直接戴了。那来开关。嗯。那个就不用了。太有劲了。再让他走，好，
到时候他那个鸭叫精，他那个鸭叫精要用之前要洗的话之前先把它放在肚子要一刻钟十五分钟，对，然后再化了之后再洗身，能泡就泡，你因为你在长期累积下来的那个晦气跟邪气全部都积在你的这体内，所以你这里是不是不是很舒服？因为你住宿舍应该没有办法泡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吝这个字就放到肚子要洗之前先放十五分钟，完以后再把这个化在脸盆里面，再加水从头用毛巾从头擦到脚，这样子，这样懂吗？然后你宿舍的门口应该不能贴符，因为那个符我把你拆干净，你就贴在你的床头，你也比较好睡。然后有一个那瓶水让你。有一张图就是要让你去净的，净化家宅的。你上宿舍上班之前净一净，再把自己喷一喷，再去。如果能白天净就白天净，那你就喷一个礼拜。对，连续要连续一个礼拜啊。那因为你床上应该是有很多东西，所以能净就把它净一净。多弄。难的话，你就整个宿舍的空间都进。那如果其他人会介意的话，你就进你的位置就好。主要是你位置是有人躺着跟你一起睡，所以你那张符，你明天中午前起的来，连续七天都是进，中午前起的来进宿舍。反正你就做完给他，就是给他自己进啊。反正你都把它化了。那你做用一瓶，然后那你都不去给他拆的，自己带回去吞掉。对，这张是化的。我刚才说什么？那你明天，你今天可能会稍微好睡一点，但可能就是一半以上，因为你还没有进。明天中午先把这个床进过之后，再把那个床头的符贴上去。你白天贴的符比较好，上班好。啊，你跟那些符，你今天就放在包包里面。这是连续七天进展，对，你要先做进展，知道连续七天。上班前，请方便跟他解释一下进展。进完宅再贴那个床头的，进完宅以后再贴。明天再弄，因为你今天晚上弄的话，因为其他。它是在医院里面的宿舍，对吧？那当然，那个空间还是会有很多。那主要是让你那个床位干净。你白天弄的话比较好，比较好。你晚上弄的话，你弄了他们赶走，他们接下去闹兄弟来接回来，那可能更严重。好了，那没事了，反正好多了吧。反正你有空你就到姑姑那里拜一拜，或者是你有时间你要来这边拜拜，或者是一有不舒服就来问事也都可以。反正你就先把你阿文这个没有最近很久，先把它排一排进一进，然后让你的灵复原，你慢慢之后就会比较好很多了。等一下就跟郑总聊一下之后，再请王子拜个道士，喝完三杯茶，请他到那边吃完饭之后，那上礼拜没考。对。这些流程都走完的话，我再喝三杯茶。考到十点。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